各位观众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传送门能对火车造成伤害。哎耶，太扯了吧！火车就这样子传过去了，变石头。哇，这是唯一可以把一两只人飞出来的。变石头好不好？变。我们来试试看另外一个招式，可以把火车变成水。哎呦，哦，瞬间不见了，人直接掉出来啊！Hello，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我是江江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个萨诺斯啊，这萨诺斯又更新了、啊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这个武器。这个石头攻击的感觉好像跟上次差不多啊，我们换这个陨石攻击。OK， 这次陨石攻击多了一些特效、啊，它不只是一颗啊，它可以很多颗啊。哦，有大有小、啊。其实它这个偷取灵魂好像还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特效、啊，我们找个人来示范一下。就你啊，这位太太。啊！吸取灵魂的时候，人会飞起来啊！哇，老了！哇，感觉好厉害啊！就像有吸取灵魂的感觉，就是把它变成石头。嗯，差不多，这没什么特别的。哇，一群人呢，全部变成石头，对。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给我回来！这次给它变成水的。哇吼！太阳这么大，就是要洒水一下。哇，好快啊、哦！然后这个呢是可以把人变成动物。这什么？猴子啊！猴子不要跑，变成小白兔了。全部变成动物。这只野猪也太大只了吧！然后这个是可以传送车子啊，等一下，哦，掉下来，哇，公车啊！黑洞呢？这次黑洞可以就是会有爆炸效果，等一下。这个是那个打响指啊，响指之后那个人就直接消失了，没有变成反杀了这样子。哦，模组越改越好。传送门呢？我觉得传送门还蛮好玩的，是把人抓过去丢，从另外一边飞出来。再一次，丢这边好不好？欸，没有中。再传送个地方。啊，这位老兄就你了，先走过来。要走、哦、是不是？来，哟，从另外一边滚过来啊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去吧你，过来了。我发现抓的人的时候，他的手会这样子，好像是骨折了吧？他，需要铁打一下。嘿，翻两圈了、欸，他还活着哎、欸。啊，饶过你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集气集气集气！好大的爆炸！这个传送门好像还可以这样子，类似这样瞬移的功能。
然后去哪里就顺到哪里去，就完全靠这个圈圈有没有？直接顺过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失败。呀呀呀！边移动边那个按这个 T 有没有？就直接瞬移了。我来直接挑战一下直升机，很水有没有？哇！人直接掉下来，变哇！还有那个类似像冲击波的样子，这样散开了，然后人就这样掉下来了。然后地上是什么脏脏的感觉？像油墨吗？还是是水啊？滩水掉地上了。哇，一个直升机有三个人哎，全部变水了，坦克车也变水了。来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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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变成水，变。被摔死了。成动物吧，可爱的哈士奇变成猴子，够变，变成小狗了，变变变，这什么大金鱼在？大金鱼翻肚了啦，变，他刚才喷水是不是？传送车子啊，攻击人，那对什么东西有效？车子有效吗？没什么杀伤力的感觉。噔，觉得对人比较有效。噔。一下直升机，他挤下来了，爆了啦！靠，这台车烂掉了，先试一下，没啦。然后我们现在对打这个超人。超人好强啊！如果没有用这个慢动作的话，就他滚的这姿势好丑。等一下，让我起来一下好不好？停下了，离他远一点，他要飞过来了。哎呦，这个超人大大，让我起来一下好不好？把他卡住，还有其他灵魂。嗯，哇，用这招。哇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必须要用这个暂停 SOD 模组，翻好多圈啊，超人大大饶命啊，我只是沙诺斯，不用这么激动。不行啊，我要先用这个暂停模组，不然他会冲过来。过来过来过来，石头把你变成石头。哇，好像没有用啊，他会挣脱有没有，然后又开始火烧屁股了。哇，我要金罩哦，金罩！我要选什么？什么？我要选东西，还可以偷袭我！哥啊！哦，Oh no！ 等等，在上面啊！来来来来来，陨石魔族，这样有打到他吧？对不对？我觉得他没事的样子啊，他是不是又过来了？啊，那边，来我来找你，我来找你。我还没找到你就找到我了。哇，你好厉害！哥，什么对付他？啊！变身！我穿墙了，穿墙了。全身着火有没有？哇！怎么找到我的？啊！这种
柔软弓还蛮厉害的、啊。我剩一滴血了，到最后一期了吗？哇！等一下！啊！我们来血池一下啊，这个我觉得一开始就要用这个 SOD 慢动作，不然一下就被他 KO 掉。我们现在对付的这个是这个钢铁人啊，哇，感觉他的能力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杀伤力。我们得传送车子，噔，哎，没闪过了。看沙诺斯不断的被虐，基本动作，哇，是被射啦、啊，用什么啊？我都快变形，滑倒啦，哇，我又破除了。好，我知道怎么样对付你了。我的黑洞，慢动作，来，过来，哎呦，厉害哦，屌是不是啊？慢动作，吸进去吧，哇，好了，他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找到这个方法不错啊，用黑洞就可以搞定了。坦克车来，要下车吗？可以下车。就是在对付这个悟空，这悟空好强啊！哈，对，超级强悍的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用这个是，哇，这是什么啊？神器弹啊！快走！真骗的，没有？好了，来造啊！他一直用元气弹来打我啊，真是不公平啊！来，就是这个距离 ，OK， 来吃我的黑洞，人呢？人跑哪去了？看到了啊！黑洞来了！吸进去吧你，吸进去！居然闪过了啊！吸，中了！连悟空都不是对手啊，直接变不见了！啊，都来，全部都来，好不好？黑洞，干什么啊？哈，黑洞，我主怪怪的，来，都来 ，Come on， 哇，走开啊！然后打一个响指啊！变。别想走，逃不了的。啊，影片就要到这边了。我们下面的影片呢，会是介绍这个没有使用黑洞跟暂停模组会怎么样。猛啊！是不是要过来啊？丢什么东西啊？魔兽飞出来都不知道啊！元气弹直接秒杀我了！哇！一出来就元气弹，逃不了了吧？
陨石。啊！哇！什么？再打一下就挂了。在。这也太多颗了吧？这是怎么用的？科学。一只两只，哇！这两只很硬啊。他们两个合体了是不是？哎呦！很不错啊，对吧？好 KO 吧，我们最后一滴血。居然可以瞬移耶！打路人啊，对象是我好不好？你变成石头。哦呦！你也会必杀技。哇，龙系，这什么这种飞弹？哦，那我快走，又是元气弹。